浪客来了，不得了了，我们的巨星来了，陈晓东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不已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总算在开演唱会，小巨蛋呢？小巨蛋就是为你而设，这是第一次吗？小巨蛋上次是六年前了，是那一场，我还要跟他电视连线，那一场跟宪哥同一天，好像同一天，我们还连线，哇，真的在高雄嘛？他就是一个暖男，真的。他在你的印象 image 就是哎，永远都是挂着笑容，笑笑的，对对呀，三十年了，这个心里面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 ？Reflection， 心有独钟演唱会。Reflection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，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有没有哎在事业方面呢，在唱歌这个路上面有没有很多的改变，是有没有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对对，为生命带来改变，也为自己有努力过一把，相当官方的，很有深度啊，小东已经是我们台湾女婿了，是啊是啊，很熟悉嘛，老婆是台中人，又来了，我也是是台中人，是的，台中嘛，对不对？台中，人家说我这个礼貌上是宁夸人子，哎，勿夸人妻，有来到现场的，你老婆真漂亮，真的，哎呦呀，你怎么都不礼貌，哎呦哎呦，挥个手，是不是？哎呦呦呦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低调，这么美了，你看。太大了，这个 reflection 了，我来台湾拍那么多的综艺节目，没有看过这镜头会往后，后甩，我们节目就是专门在往后的，你们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个现在票开始卖了吗？7月28是哦，已经开始卖了，那就要开始抢票，开始抢票呀，有手速要带起来演唱会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多演几场嘛，大家多给我信心吧，一定要，有啦，那一天那记者会我去参加，哇，那信心大增啊，哇，那我后来有听小东哥有讲啊，他一边上厕所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请鬼拿药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请仙哥？哎呀，大名大放，放了好多炮，小东哥，说实话，有没有？我一直不敢接他的梗，吓到了，对，一直不敢接他的梗。我是他记者会的嘉宾呢，结果一讲，我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，而且你还说这是小东刚刚跟我讲的，还带给人家。但是他这次演唱会不是只有台北，广州也有，真的，广州是第一场。
第一场启动，对，台北是第二场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几位好朋友，他们都是要来向你致敬，对，然后来唱唱你的歌，让你感受一下。搞不好，如果说可用之才，演唱会当天我们也一起把它拿出来，可以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，真的可以，有把握。那你就先加油了。我们一般呢，这个沙发大概郭富城啊、刘德华他们做的，哦，对，也就是说这40年来我们舍不得丢的一个。